8月11日，杨千嬅参加了在香港录制的《万事巨星大作战之你个样样》，有歌迷报名模仿千嬅。不过让在场观众大为吃惊的是，这位模仿者从样貌到唱功都没有与千嬅相似的地方。听下你把声先，杨洋。是一个 hello 啊。hello。系。你笑嚟听下睇下，你似唔似千嬅？好惊啊，笑到。你咪肚痛啊？你试下打埋佢膊头，俾啲信心佢，唔使惊喎。OK。虽然和自己不像，千嬅还是给足模仿者面子，说这个女生有与她相似的地方，就是勇气。她觉得歌迷有胆量上来模仿她来表演，已经非常的勇敢了。我觉得女孩子勇气很够，因为其实你在一个多人面前，就是需要表演演出，都是一种勇气。我想，她勇气真的很像我了。当问到最近有没有关注奥运盛事时，千嬅表示昨晚刚刚看过中国对美国的男篮赛，他觉得中国队非常的了不起，除了姚明之外，他还特别提的很欣赏四号陈嘉桦。我有看奥运，那个昨天晚上看篮球很大，我觉得中国队打得很好，很帅，他们也是。我看我都蛮帅啊，一个是我不记得他的名字，一个是四号，还有就是不是姚明，他就是好厉害，我觉得他很高，就是一手可以拉开那个，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很尽力，打得很好。